该短片将向您介绍应用于大幅面印刷的 GMG 色彩管理解决方案。这是迈克尔，迈克尔拥有一家大型印刷厂，他有很多客户，他需要为客户印刷各种各样的产品，如样本、 T 恤或广告横幅。这是凯特，他是一家饮品公司的产品经理，最近公司研发出一种新型橙汁。凯特计划做一次大型的营销活动，向顾客推广介绍这种新型果汁。对凯特而言，在各种形式的广告推广中，产品图片的颜色外观始终保持一致非常重要。凯特想在公共汽车站建筑外墙面和超市的销售现场显示屏上同时展示这款新产品，同时他也应该醒目地张贴在本公司的送货卡车上。对于大型印刷厂的老板迈克尔来说，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因为大幅面印刷需要使用与样本印刷不同类型的印刷工艺，印刷工艺不同会产生有色差的颜色效果。此外，还要在不同材料如纸张、织物或薄膜上进行大幅面印刷，这也会影响产品的颜色外观。为了让平面广告和户外广告的颜色外观保持一致，迈克尔的印刷技师马克必须辛苦地对数据进行手动转换，那花费了马克大量的时间，也意味着给迈克尔造成了高成本。但即使这样，也没办法保证马克不会犯错。迈克尔宁愿把马克的专业技术用在别的地方。因此，迈克尔在选择 GMG 色彩管理软件进行大幅面印刷。凯特已经把他的橙汁主题以文件形式发给迈克尔了。文件通常是在 ISO Coated V2 或 Greco 颜色空间上生成的。GMG Color Server 可以自动将颜色转换到要求的印刷机的颜色空间上，这样就能在大幅面印刷中保持相同的颜色外观。GMG Color Server 保证转换独立于印刷工艺和介质，从而在不同的印刷工艺上实现相同的颜色外观。在凯特的户外广告上，多汁的橙子非常逼真。短时间内，凯特又决定在商品交易会上推销这款橙汁。为了展会，他从迈克尔那儿订购了展台装饰、两张横幅以及样本。在新材料上印刷，对迈克尔而言也是小菜一碟。使用 GMG Smart Pro File 和色彩测量仪器，马克可以快速简单地创建他自己的 Color Server 特性文件。使用新近创建的特性文件，迈克尔就可以避免大量反复的转换，保证提供给凯特的产品全都具有一致的颜色效果。这样也为迈克尔的印刷厂节省了大量的成本和时间。凯特所有市场资料的颜色和外观都保持一致，他对此很满意，他很高兴他的营销活动都办得很成功。迈克尔也很高兴，因为凭借 GMG 色彩管理，他可以生产出可靠高质量的产品。迈克尔拥有完整的颜色控制体系，即使是最不平常的客户需求，他都可以满足。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gmgcolor.com 查询。